好，加油啦！好。东辉说，那个有两个人也是跟我们要过死亡临线呢、欸。哎、欸，是哦，有两个申请也是北一、北二的。哦、同一天的、啊。嗯，六个可以啦。要在天空营地吗？没有啦，没有。我们直接到东南岸啦、啊。我们那个最后水源就直接过中央舰就到东南岸啦、啊。我们上次走的一样、啊哦。了解。哎、欸，东南岸那个营地很熟悉耶、欸。嗯很平很熟悉耶、欸，还有水哈，有啊，下去拿水，应该也播两天。哦，你讲28K 出来啊？六，他出来干我靠！对啊。啊、我到这个搞好多小雪山呢。啊。今晚唔免去了啦。咱就去踢热狗下底啊。咱踢到门口啊。对啊。游乐区啊。无啊，这个无啊。你这边踢。哦。哈哈哈。干嘛？我手机都是被你一直拍着相。走你们平埔族不是要证明了？很难啊，证不了。人太多了啊、哦。不是，没有。需要。一台都水的，一台开的意思改了，我告诉你。嗯。这无钱人去改。你开，一改点么开偌济哦？我都没有干呢。你要跟我讲，都在车上。回去拿。太早了，回去拿。拿在就丢车上了。啊，我会饿死我，这里面我行动了。那要不要？你先。老罗，我的那个很可惜。老姐是，他的心率不整，不敢打。哦，对对对。
哦，那个最好不要打莫德纳或是 BNT 哦，心脏的问题。再深山就也不好走吧，那么陡。小杨，哟，我们十二月初要去爬九华瀑布呢。十二月初、哦。哦，你合约到了，要换了。已经换了。已经换了。已经换按摩那个。对啊。一半料啊。左哥被按得哀哀叫的。哦。欸、他。哀哀叫的。他也精通多国语言呢。本来六十加一百。打到后来。因为我们又没有在玩游戏啊。哦，对，玩游戏就需要。对啊，玩游戏。哎、欸，你好。哎、欸，你好。要揢了嘞！啊，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弟弟。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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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我才放绿色的单人帐哦，因为挺好睡，你要刷着嘞，刷点围着嘞。你都不拿出来当人打，不是啊？你的自己都不拿出来用当人打。小甜甜这是谁？他们一对夫妻的。哦。就是你看到路边这是他们两个了。哦，那个小。哇，好谢谢。乡村村。哦，小杨帮我打灯了。我们这样都有就都是哺乳类啊，我们就是哺乳类，懂吗？还有没有什么？像那个沙，那个沙谷啊，西里啊，西里哦，都是哺乳类啊。你问一下宝宝子说你要没有？那我们的那可以真的会放超多。对啊，我们自己毛蛋都有。
台你去爬飞哪里？骑来东岭。骑来东岭。雪山西岭。雪山西岭。他们骑来东岭，第一间。杀到月星池了。骑来东岭会要人。在过去那个惊叹池。哦，看那个很累呢。啊？有点累，直接杀到那边呢。从登山口呢？对啊。从停车场呢？我有一次啊，跟小绵羊是这样子啊，他们走五天，走四天的。神经病哦！哦，这个差一点就死在那个。啊、第二天啊，就到泰鲁阁了。他们去攻顶啊，结果一个人走到十点，晚上十点。晚上十点正常、啊，没那么重干。你一个人背而已啊？对啊，没有他们，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去的。嗯啊。哦那个路况不是很熟，他们走很快啊。没背东西，其实我可以紧急扎营。没背东西走很快。嗯。就想到说睡袋跟帐篷都在我身上，那不到现场会冷死他们。那个。不是啊，你排那种行程是在抄协作呢。两天的行程，你干搞一天。欺负协作。哦，到了呢。嗯，哦，哇，这么多点呢。
啊？从云林。啊？不是从圣光。没有啊，因为我们走纵走。哦，你好，你好。我可以跟你照相吗？可以啊。上过去嘛。对。那个河路其实超不明显的。没有没有，我们不从八八山，我们要下到中央间隙再爬上去。然后就从中央东峰过去八八山。没有没有没有，不走中央东峰。因为有人以前是走东峰嘛，一直过去，可是。我觉得从那个中央间隙下去，爬到那个山屋再上来比较快。哥，那段蛮陡的哦。我已经走过一次了。来。伊要落去洗身躯啦。是啊，啊，今仔遐都水绿水绿的去。啊，伊就要起滴落去。我知道，那你就快点了。剪好了，这么快啊？反正快就好了，哎呀，刚才已经，刚才已经有，刚才热过。先你这，等我了什么？赶快吃饭啊！不要，少了，已经等了两天了。后来我本来。那个到了，他长啊，他去那个长啊，免病啊，长啊，搬到。故意讲没说。长啊，病到下了。情绪要不好啊。回都下回是局主在讲话，我想说。看那鸟。在门口就。对啊。就听到。他还在大门口就直接掏出来喽。不要站了。哎呦。被梅林。哎呦。这样好吗？给他处理一下。我昨天在帐篷睡觉，没你过去。现在才六点半，你要睡了？我说我真的好累。谁要睡？没有，昨天六点半了。讲故事啊。没你过去帐篷说，我现在才六点半了，你要睡觉。他还送我送到帐篷的门口。我们还在帐篷门口继续聊，我想说，哦，我那天真的好累。好好陪他聊天一下。然后他一直说，小妹，你真的不跟我睡吗？你真的不要跟我睡？是热水吗？是开水，是开水。我有抽烟。
哦，拍照拍照。你要不要先走？我再一下下，我再拍那个水池就好了。阿生讲的，哎，对了，应该是他讲的，就哎，他们上去了。哦，以前怎么都没人想到要在这边放东西哦？停放啊？对啊，现在有啊。我说以前呢？有停放。有赖皮有放吗？没有，以前是那个大水放，那个啦，正义啊，青雄。哦，英雄他们，嗯，好，带队去就可以用，就跟他们住睡袋啊，跟订餐啊，哦，而且现在新的路真的很方便，哦，从好走，水啊什么，一路倒下，一路倒下，嗯，很快就到底下，以前不是倒下，以前没那么陡啊，嗯，一路到底。去年不是摔一个吗？还是今年？当年。对啊，啊，去年。
刚刚大哥，你看敢滚啊？
为什么你女儿会落在他手上？去台大医院啊，就是生病啊，就得了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那个好像是病毒、哦，就是细菌感染，不是他。应该是病毒了，然后病毒感染。哎、欸，小杨，想不出来。我觉得当向导真的有个好处就是会认识很多医生，然后有时候真的你需要的时候，其实还是蛮好用的。哎，还是不要好了。有时候那个人情很难缓的哦。不会啦，就带他去爬中央间就缓了。带他来三次就差一点在这边跨年了，在中央间隙跨年，那真麻烦。可以啊 ，OK 啦。好了，茶好了，红茶好了。好了，你好。好，我要啉红茶。来啦，吃素的啦。吃素的哦、啊，没有。那个吃素的，那个是怎样？那个有一个女山友，她就进来，那个那个公哥，那个我们回来了，好、哦，你回来了。那个我把它加肉给你们吃，他说没有公哥，我吃素的啦。对啊，我知道你吃素的啊，我加肉给你吃嘛。那个加热啦，不是加肉。加肉比较好吃。加肉比较好吃啦。我天天抬去抬个中央尖山。无啦，伊讲要叫咱滚天公营地，我滚天公营地，我隔工就滚去。天空营地，我们不就中午左右就下午就到了？没有啊，问题是我们天空营地，我们要赶到尔湖西的。对啊，那叫我们今天睡山路，明天他要帮我们背水，中央尖山。上好是安呢，背到中央尖山，他说一个人十公升就好，最好是。哦，给他恭喜在中央尖的做不一样没？抗议，真的蛮危险。那个地形有点困难。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有点困难。麻袋入境，拒绝路线往来户哦，拒绝路线可以了。拒绝路线，可是轻装又还好，轻装还好啊。重装就真的比较危险了。拒绝路线，看那你的拒绝路线一堆了，我刚刚看了半天。反正那个有什么领的都不要记了，什么领都不要讲了，都要有七领那个都不要讲了。他上个礼拜就这样讲了，只要有一个能字的就不能去。欸、他讲很久了。他看的你的讲，有什么领都蛮难讲。可是还是来啊。没有，因为他十月份，我十月份就站在早就连续一个礼拜，连续四个礼拜有复返。哎呀，十一月份哦，哎呦。我没有答应他去四团雪山西岭。哎，观众啊，那个地方就是比较好办啊，山人多啊。那个伤硬啦。那个你带队是不要紧，你还要做协作实在是，小哥。那个会怀疑人生。哎呀、啊，真的会怀疑人生啊！我到现在脚还在痛啊，就是溪流后遗症。怀疑人生。啊，膝盖在痛啊，太累了啦。
你第几次下死亡人线了？第二次。上次 MIT 第一次，这是第二次。哦，对对对对对。上次我们三个而已、啊。为什么？我怎么记得你有来？没有。有一次你们直走中央街，我跟来最前面的时候，直走中央街哦。我没有来哦。有。我没有啦，你记错了啦。下死亡人线，第四次，你第一次都第一次中央山脉大众走，中央山脉大众走，再来又走一次。哦，那上次四年前我们第三次，我们走一次，今天第四次哈，今天要一次。嗯，会惊未？嗯，会惊未？跑步一定。会惊就好哈。哦看到看看下咧拍，脸都变白了。你这摆你第几摆来死亡人线？第二次，第二次。所以上次我们去，那一次才是。弄是烂的吼。哎呀，哦，啊，你会惊未？哎呦，我还快。你差不多在十二用胶咧，讲会粗咧，抓不住咧。抓不住哦。没啊。没啊，还好。还好哦，未惊哦，会惊哦。这样再看会惊尔啦，无啥物啦。好啦，会惊就好啦，会惊就 OK 啦。好，OK。I'd climb a mountain just to see you again, and I'd climb a mountain just to be with you. You're my best friend, and I wanna say.I do, 'cause I know I love you, and everyone else knows it too. And I climb a mountain just to see you again. And I climb a mountain.Just to be with you, my best friend, and I can't wait to see you. 你等一下，稍微等我一下，因为我都还在调 GoPro， 因为它有时候角度太不好。我检查一下，你那边就要转了。Just to see you again, and I cross the nation just to be with you, my best friend. And I didn't notice when the months they turned to years, but I still noticeThat you're nervous, it's loving fear. But now the butterflies, they've turned to love, and bells and doves. Oh, prea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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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 the question. I wanna say, I do.To see you again, you're my best friend.
完了。啊，没有了，看，妈的，这边加油，跟他们讲哦，再加长，加长，加长。草还长上来嘞，哇，这边山猪很多哎，翻得乱七八糟。山羊，山羊，这个不是山猪弄的，山猪不会那么浅。山羊，浅方，嗯，有时候有可能是黑熊啊。哦，整条路翻得乱七八糟。它这样，所以它翻了，它把那个，那是山羊啊。山羊哦。我记得上西峰，西峰那边有路可以下去啊。这里营地啊，不是我们那树的，那一凯文没了。哎，那么贵，回去拿，拿回去还他。哎，你们说现在背背上去啊，背工程啊，现在一公斤都怎么算？不一定，看有时候要看距离，看距离跟困难度啊，然后再跟、那个。譬如啦，
再去谈价钱。譬如，像那个，像那个羊头，羊头卓哥你刚才拍过？羊头没有。羊头他背过。那你没背过？我没有。那你们都背那么爽的背屏风？对呀、不是啊，因为。人家敬老尊贤啊，说、老人家背屏风啊，年轻的三个去背，背羊头啊，对不对？要不是我不去的。哦，好吧。小样，那、你那个玉山北风怎么算？玉山北风价钱很烂，它就是大概是30公斤8000块吧，8500那边。哦。到9000了，我因为没有看合约了。好像是300块而已吧。所以它那个距离多长？你从登山口背到北峰，到排营8.5嘛，然后从排营到北峰好像4.4公里，12.9，是4.4吗？12.9吧。啊，你最重、你最重背多少？就是一颗那个70公斤的电瓶。电瓶哦。对。啊，那个什么，之前那个有人背上去吗？发电机。发电机那是嘉明湖的，是不是？那是嘉明湖的，我有啊。没有，那边也有。东辉大哥，第一摆看你食煮糜的呢，煮咸糜。煮咸糜我唔是食。当然，晚上我会吃了，买过来加夹子。你买你也开价。那个塑胶袋拿过去一点。晚上的时候。有塑胶袋吗？哎呀，爱得帮我夹袋子。那个盖子。啊，大哥。塑胶买没带啊？吃瓜。老板。你们吃对了。你有塑胶袋吗？你要多大的？啊，你塑胶袋是要冲啊？没有啦，你有塑胶袋吗？有事情胶带。哎，车底下都有啊，你是要搁什么塑胶袋？贡哥，我说你有没有塑胶袋？有没有塑情胶带啦？有没有塑情胶带？哇，你不要讲台语哦，别骂我们。可以过、可以。等我一下哈、3秒钟。好，来。
那边叫了，那个还有空包。摄影师一天一万呢，再加破塔，一天一万五呢。Thank you.
壮烈人士，壮烈人士，黑牛号中的壮烈人士。等一下，好，一、二，当个大概你会使叫一个饭，你叫一个饭。哇，叫饭，你要叫饭，嘿，你要叫，安尼叫落去，安尼叫落去。2000。行，不错。那个青龙啊，我就想起在你们那个树梢营地，那个谁，龙安用青龙草杀他家。你这个，哦，我刚刚有弄蛋的。对，你要用这个吃吗？不，我这个葱花打进去那个蛋里面。哦，青龙，嗯，哎，龙安有煮菜吗？那时候有啊，是你跟他一起煮的，是不是？哦，是哦，我看那个青龙草杀他酱啊。哦，那应该是。我、哦、那个大众走肉在看呢。对了，那个他其他的系列我都没不一定会看。嗯。因为那个菜好像是我整理的。你整理的、哦？青龙是你带的吗？对。他还想走雪山山脉。对，老麦啊，嗯，好像在拍了吧？没有，应该没有吧？还没开始，不知道呢。应该真的要改一下那个人拍那个风格，拍的风格啊、哦？对，应该改一下。可是我看他爬山的都很喜欢啊。嗯、年轻人，可是年轻人好像不太看。对，应该要。年轻人不看这个了。那太闷了。没有，爬山都会看。对啊，应该光天爱安弄那个。他老的拢会看啊。他老爬山也在爬山的，老的爬山都会在看。你看，少年的袂看，少年拢看 YouTube 啊。哦。介绍。好料。你的黑米较有济。哈哈哈。黑米内底有这种正常的黑米。虾壳哦。对啊，虾的尾巴。哦，对啊。那是正常的啊。不是尾巴。那什么？你的鲫鱼有头上那个尖的、哦、没有拔掉、啊、哎呀泡菜呢他吹多少你不知道、嗯、小孩他会过来帮忙偷吃虾米太饿了而且那天你们那时候大众走东西都不够吃的东西都不够吃大众没办法看到家里，是哦，那一轮那个退出来无鱼，那个协作太会吃了，那个这样，这样子，大家都憋很多碗如果平常的话会吃饱，可是大众走的时候真的很奇怪，吃不饱，因为行动量不够。嗯嗯嗯，哪一锅？这一锅。我大众走，我到后来，我饭那一锅一定要满满。他没有那个条件给你做那么多东西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避难哦，当然我们最少也有40个，最少40个哦，弄5、60个，6、70个，5、60个这样。哇，啊你做汉堡，你几点来开始做啊？哦，那个比如说人家4点起来，我提早一个小时，我就要开始什么的。一个小时，啊你卡就这边。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啊。我就边煎啊，就来这里排队啊。我煎完，我就因为好一个平底锅只能6片至7片呐、啊。所以大家都要排队。火腿啦，啊，就在那边啊，没那汁啦。我的番茄、小黄瓜，有时候我是晚上就切好放在那边。番茄都晚上切的，一定要切。晚上切好，跟小黄瓜都晚上切好。要不然都来不及了。你肯定来不及。哎、欸，小杨，哎、欸，那他们玉山都怎么煮的？玉山哦，现在很方便了，就比较简单了。以前都还有青菜在那边现炒，现在都是真空包的熟的上去。啊，他们现在他们是青菜了？没有没有没有，有了青菜上去了，青菜现炒的、啊。
青菜都现炒的。然后肉是山下做好的带上去的。他有一阵子没有现炒呢，他有一阵子没有现炒。有了啦，现在。都是现炒了，没有。可是有一阵那个什么什么那个青花菜呀、啊，那烫熟而已啦，没有，就是在山下弄的，烫熟。那个像青花菜这种，它本来就可以，也冷冻青花菜嘛。对啊，这个都可以了，烫熟。它都拿冷冻的、啊像高丽菜那个都有可以再煮啊。而且一定要在现，你不可能在底下炒，因为正在重量。嗯，而且会变黄、哦。有一阵子没有高丽菜好不好？就是咸菜啦，还有。嘉明湖那么竞争，大家是在比什么？也没有什么竞争啊，就是两家在 做、啊，其他两家就已经破产了。两家，两家我看他们做那个，我操，我真的不知道喝的什么。美而美炸香鱼哦，超难想象的。明虾嘞，大虾嘞，大黑嘞。嗯。哎、欸，啊、那个嘞，天池嘞。到后来也有，还有也有明太子。天池的菜很烂的、啊。对啊，天池哦。生意那么差都很烂的、啊。哦、那个鸡腿排呀、啊，干嘛？哦，基本上有一道嘛，六道菜、七道菜啊。啊，猪料白价应该也得要投诉。还是会啊。还是会啊。有的人还是会啊，认为说那个难吃啊。欸、真的、欸，我在圈谷看那个，我看了不会想吃哎、欸。我当然不会想吃啊！那海菜我已经看到我连吃都不想吃了。哦，没有了。他们他那个他们料理的方法了。阿青的菜我看了更。雪山我看了我也觉得，哇！我昨天他们我也不会去吃。我昨天早上吃啊，他们蛋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早上每天早上吃蛋很爽，超爽的。吃蛋而已、啊。他只有他晚上那个菜，或是早上那个，其实我都不会吃。嗯，我只吃那个很好看而已，其实都不会。我看他的菜，我都、哦、算了。而且他们刚才煮西瓜的时候，你们在煮酱。对啊，他们是怎么煮？他们是前一天晚上先泡水，先把冷水就把饭倒进水，冷水先泡着，然后一开泡烂。我说你现在煮酱是不是？他说、哎、对啊，这样就是这样煮。我说没有啊，你煮西瓜，你纯粹是要早上水开了。再把饭我在煮稀饭，我水没有开，我绝对不会把饭放下去。他们是晚上就把冷水，他们就是饭泡着了，晚上就是泡水了。对、啊，泡完水以后就是炉头弄好弄着了，放下去滚，边滚边摇。有雪山了、啊。对啊，不管哪个都一样，阿青那边都是一样的、啊。包括我们马兰的协作也是一样。我跟你说，你是在煮酱是不是？都没有教。不是没有教，因为他们懒惰。哦，跟他们讲过的三六九不太关系啊。希望是这样煮的哦。说不然，不然你还会那个。你先滚了再丢。水一定要先滚再丢饭下去。粒粒分明。对。啊，大坝也是。啊，没有，他们就是他们所有的山庄都一样、啊，都是他们，可能都是他们几个在包的。除非是我煮的或者他煮的才会。哎、欸，你怎么没有说我呢？我也是这样煮呢。啊，对啊，你也是这样子哦。那个时候我们去玉空河的时候，他是准备那种塑胶的盘子。对的，哦。然后他是准备那种塑胶盘，也很轻。然后呢，他、嗯、就是东西哈、哦，他其实都是去超市买好，可是他都配好了，他知道什么东西，哦、然后就带上去。哦，今天吃什么？小样，我们也是吃九天呢，可是我们几个都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干嘛拿牛排在那边烤哎、欸？啊、有够屌的、嗯！因为他们的主食就是肉啊，这个要看，这个要他们副食是面包、啊，应该是说要先去体验一下那个、嗯。对对对，然后才能知道说。然后想说，操，那个玉空河这么偏僻的地方，妈连手机的讯号都没有，然后我们那边就觉得干。啊，你们没有去玩，他是妈被人限钓尊鱼线、那个、是乌啊。我底下钓啊！现钓鳟鱼，现杀。对对对，他那个什么，他那种叫派克，那个什么说，就是很会追鱼吃的那种，讲讲。啊，刚刚鱼，我就钓了两条，一条派克，一条那个白色的，好像鳟鱼。嗯。然后钓起来了，拢超级大只哦。啊，伊拢是留迄个菲力，两片。嗯。留完，然后骨头。跟那个头尾就直接丢到水里面，丢水里啊，给那个另外鱼吃啊。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放油，然后就上去煎，然后煎完煎的
没有，他先沾那个面包粉，嗯，然后沾了以后就煎，下去半煎炸了。那煎了以后拿上来以后，他只有滴那个柠檬汁，干、嗯、超好吃。对，我去吉利马查罗，对呀、啊，我刚拍假，吉利马查罗的餐就拌得很烂，烂到不行。没有，吉利马扎罗跟尼泊尔差很多，因为尼泊尔他们，他吉利马扎罗是怎样，你知道吗？你到了山屋、嗯，他先给你三合一咖啡，嗯、然后还有炸那个，还有爆那个玉爆米花，那个爆米花了，对，然后晚餐就吃什么？都是吃那个意大利面，这一盘沙拉就这样给你吃，然后再加个面包，对，哦，尼泊尔。你过之后，他有奶茶、红茶，就是没错，你他有 tea time 的时间。哦。啊 ，tea time 的时间就是类似那个印度薄饼啊，或者干嘛的。哦。哎呀、啊，好吃哦。哎呀、啊，啊，你去吉利马扎罗是吃爆米花。啊，那个他的晚餐呢？晚餐比如说哦，他有牛肉啦，有他猪肉比较少。哦。有牛肉，有鸡肉。对。啊，那个有时候会就是类似半西式的那种。哦，火腿啦，还是培根啦、啊哦，有的没的，他也有面包，也有那种，比如说、哦、咖喱饭的，咁好食，还 OK， 还有沙拉，先烫过，没有你要看哪一家的那个登山公司、啊哦。我觉得去加拿大那个真的很棒。这边不是泰鲁格国家公园哦。无锡这一边没有，好像不是，那一边是。我为什么要问你知道吗？我在想说要不要剪我的影片进去。I give you my soul, and I know